谢谢谢谢。你也到。大家好，你好。来，主席阿瓜加点料，我吃开有点笑一点面哈。这个很像是在故宫，对，像在故宫里面所看到的一些东西，这样。这个叫冰裂，对，冰裂。像那个冰块在冰箱裂掉的。啊！弟弟做摄影师了，就是想茶，老茶，想做点老茶，然后放在这里面，它的香味就会更浓。哦，对，需要养老，对，需要养老茶就是要养。对，对，对。好好好好，嘿嘿嘿。差不多。豆芽，豆芽，豆芽，嘿嘿嘿嘿嘿，呵呵呵，啊，特对豆芽。那我们跟外界的陶艺不太一样的地方是，我们今天只要烧窑烧六天，所以温雷米家第一个诉求是环保，一定是没有毒哈。第二个就是它的硬度绝对够，我们的东西也可以进微波，也可以进烤箱，唯一可以微波，但是唯一就是不能直接在火上烧，因为一般火不上烧，你喜欢烧它。我阿爬的时候，伊打热胀冷缩有法度，啊，伊温雷米家烧到完全没有毛细孔。所以无法度可以热胀冷缩，你哪更你直火上烧它会裂，好，就是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天然矿石釉，就是酒混，啊，那现在它这样子，它这样子事实上，啊，主席你现在动手了哈，那我跟你讲，事实上真正标准是不可以动，没有关系，你看不是，你看你的手就因为这些都是矿石粉末，为什么我刚刚没有阻止，就是要让你去尝试，它就是矿这种酒混，你敢横跨吗？啊，就酒混模式。哦、对，啊，你看我连安尼一汤一汤吼，就是把这些矿石粉末经由我们的化工尝试，把它混合起来变成釉药，所以你看到那个一桶一桶的，全部都是釉药。好、哦，那我们在这个地方上釉，就是你可以用浸的，可以用喷的，都可以。好、哦，那这些彩金窑的最大特色就是，我们任何建筑物，我们一定要经过。这边就是我们彩金窑最大的特色，釉下彩。我们的东西就是我们这样子上釉，素烧完了我们画釉上去，那我们外面再叠，像这样叠一层釉，这一层釉一叠上去，你看不到这些花纹，可是呢，你烧出来就有这些花纹。我们中国的青花一定要用白瓷，但是我们彩青窑研究到能够用陶土，好来用灰釉，就是我们青花瓷。青花瓷是一定白瓷的，像透明釉，对对对，但是我们不是，我们是用，我们研发到说我们可以上到别的釉，然后我们用陶土可以把它烧出来。青花陶。对，所以我们的东西就是可以写，可以刻，可以画。这个地方把这个蜡上上去，这样釉要上去，它才不会混合在一起，那个蜡会把它隔开。好，我们的东西都是这样啊，像这个就是学校在做班级陶土，也是科学科。一般外面如果在做陶板式的东西，主席应该有看过，大概就是只有一个颜色。对对对。但是我那物件不是，我那物件是，你有只要你有图案，我每一个对，这是学生的，这是国小学生啊，二年级、三年级啊，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作品都会照你的图案去给你上釉。出来它就是会有图案的颜色、嗯嗯嗯啊、而且我们的釉都是天然矿石，艺术生根的情况，是，对，这是艺术生根。说先打出来，姐姐有练过，姐姐有练过毛笔，有练过毛笔，是用釉药写还是豆釉药啊？用釉药的，要写较 Q 啦。
在上面。可以写横的吗？可以写横的吗？谢谢。原来这些人都有运动。啊，对，哎，那个等一下吧。这么短啊？啊，拍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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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稍微有一些事情。这样以后可以辨认我的指纹。留下，留下证据。那我们日才会再加加工，然后再送一片到办公室给主持这样。耶！那你胸贴没啊？在这里吗？写在哪里？就上面这边。还是写我的名字？对对。我要悬空写，困难度很大呢。留吧，前面拿的直线。还是你说这个垫？这样垫一下没问题，可以。算的总统都那么敢啊！对，那写日期啊？要写日期啊？还是你们会再刻？那一个？都可以哦，只要好做就好。好做吗？那我们做圆形的哦。好，那请勿扰，向姐，向姐来，请勿扰，慢了，慢了，慢了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呢，大拇指往中间往下压，大拇指压就可以了。要放第六个，这个骨很软。向姐，然后手慢慢的往下压。哎，对，就是慢慢的，现在是妈妈哦。不了。好，然后我们左右两边把手慢慢的伸开。有一种撑开的感觉。好，然后我们手慢慢的放开，就可以慢慢的放开了。对，然后我们这个呢是先做一个压挖底的动作。我们把底撑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再慢慢的要把这个垫高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手一只手放外面，另外一只手靠住虎口，靠住你另外一只手。我们一只手，大拇指不要放进去哦。这样，好，然后另外一只手贴住，贴住，然后我们两只手慢慢的一起往上。好，我们手慢慢的往上，一起往上，就慢慢的往上，慢慢的往上。在做这个拉高的动作，好，手可以慢慢的放开，手要往上，慢慢，好，手放开喽。哎，我们可以做聚宝盆。还是我们可以做个盆，做个盆，可以放景观植物。要吗？我先把它收口一下哦，因为有点黏，会擦掉。会擦掉。哇！擦掉了，擦掉了，擦了，擦了，再去买。因为它这个比较软一点。好，我们就蹭一下这里。
不好意思，那喊店小哥，那我们就给小哥吃吧。好有这一首，就这样慢慢有开灯光，随时会有这一首的。放一点风，上上面，就敞开了，就把它打开。就，那我们等一下是这样慢慢的，慢慢的放上没有，对。你上网搜对不对？YouTube 去上的小车子刚刚好。好漂亮，这样子吗？还要再高一点吗？漂亮，还要再高一点吗？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出外了，出外了。对啊，你往去来来去去看去。这样子。烧了还会再小，再烧了还会再缩三分之一，对，还会再烧，对，会再缩小，缩八成，缩了三百分，这样子，要再高吗？很紧张，会，好，哎，别拜啊，你走了呀，好，一体验，每个小朋友做都是差不多这个样子。但小朋友就从小一点的开始做起，那都有老师在旁边，都一定对都有就在旁边。那我们就把这个作品等一下学习了，好，谢谢主席，举手，好，谢谢。然后我来自在高雄，我家里都是我自己的店的好朋友，还有很多各方面在他们的学校参加，阿兰。在座其他的好朋友，在地的好朋友，大家午安。这个陈欣瑶前听很多次，他也一直想来看，那刚好我有高雄的行程，那么就想起来他呢，当时就帮我们安排可以来看我们这个陈欣瑶，看我们董事长数十年的心血的结晶。这个代表了呢，台湾啊的艰苦、卓绝，而且创业、创新的这个能量。那我们也刚才看了一下这个董事长的很多的作品，我们感觉说，这真的是台湾的一种新的生命力的开始。喜欢从台湾的文化到台湾的产业。台湾就不会是像以前是一个只会做工业产品的制造再制造的中心，我们将来的很多的产品都会很多我们注入的心血，我们的文化的元素，还有我很多美学的元素在工业中，所以我感觉台湾人是越来越有文化的素养，越来越有这个创新的能量，这才是咱下一个世代最需要的产业发展的元素，所以来感谢今天机会，跟大家当初给各位，还有高雄的艺文界，就给各位一个座位，还有很多小朋友座位，包括那一路上都在学摄影的那个小朋友，太少，他真的好像很兴奋哦，那我们也是抱着非常兴奋的心。来参观我们的陈欣瑶，很高兴也跟大家一起见面聊天，大家谢谢。是绝无仅有，只有这么一个，目前为止啦。好，之后我可以就是或许可以做一些量产的动作这样子。好，
就是爸爸的菜。番茄炒蛋啊。洋葱。洋葱炒蛋。这几个才是祖先爸爸的菜。好啊。洋葱炒蛋。我们今天就用心面点一个出去了。素的家庭也很有名。